是用 YouTube 的，欢迎来到用金 Studio 呀、yeah, ！今天呢，又来玩了，这个耶！我们在满满的大平台，给你满满的大平台，耶、yeah. ！还有我已经放寒假了，耶、yeah. ！啊，放寒假，耶、yeah. ！放寒假， yeah, 那我们今天要干嘛？我们今天要干嘛？今天我们要放寒假，耶、yeah. ！我们放寒假，那不用玩了，耶！耶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这部纪录片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。呼你有没有在录表地表上盖房子啊？是的，地表上盖房子，是盖地表是吼。要不要盖书屋啊？哇，在满满的大平台上盖东西。这平台是你们整地的吗？还是它原本就是大平台？有了租人的那个、欸，租人的刷怪场。租人的刷怪场，不算刷怪塔、啊，就只是租人有时候穿过地狱门来到我们这边而已啊。哦。来吧，来盖吧！你们要盖哪一种房子？你想要盖哪一种？每个人要盖不同的房子，每个人要盖不同种。然后来比。好啊。好啊。那不好，你是要和平。来吧。那你们，我们要先说我们要盖什么样子的房子。我要盖古典的树，不是树，古典的那种木头房子。然后不准烧我的家。那我要盖，我不知道我要盖什么哎、欸。喵喵喵，你要盖什么？我要盖别人。你要盖什么样类型的房子？我不知道啊，小朋友。你好像是在盖古典的木屋哎、欸。来吧，我也要去找一个大平台。可是到最后我们还要比耶，你还要再走回来，很近啊，是吗？那就算了，蛮近的。我差点把那个 Cracker Crumb 的家当成木头拆了。是。先做两把。声音都在沙哑耶，为什么 ？Skype 的声音有点就是会变电子音哎。是哦，我很酷啊，电子音。对啊。的面包，可我也不知道面包哪里来的。我先打一打甘蔗好了。太阳。哦。甘蔗。好多甘蔗、哦。好。今天我不知道。所以会讲越南话吗？不会。哈，不是你啦，我是说太阳。
好吧。讲话又不需要喷口水，讲话干嘛要喷口水？他就是人体构造跟我们有点不一样、啊，不要理他。你讲话都会喷口水啊？好恶心啊！哦、天来，我要学开始唱讲话咯。哥，哈哈，是那个是木村阿哉还是木村阿哉？都不是啊，因为他是木村拓哉。好吧，恭喜你答对了！哇，好棒哦！满满的大平台耶！满满的大饼哥，没有了，饼哥。好，之后我们就叫他饼哥了，就这样。好，结论，我们发现了新一代饼哥，耶、yeah, ！太开心了，上课了没有？哎、欸，我快要把屋顶封顶了，然后我就会待在一个密闭空间，然后就看不到空气，然后我就会得自闭症。稍等我一下，拜。然后我就被边缘了，咚咚咚，被边缘游通的时光，在我被边缘的时候，我就这样砍完了木头，然后准备把我的屋顶封顶，然后我就被边缘了，然后这令我太伤心，所以呢，我就要来封顶，然后呢，太阳就说拜拜了。然后这集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。好啦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就是可以在下面点个大大的喜欢，然后在片尾可以去订阅。怪怪的观场白呀、啊！去订阅那个太阳 Cracker Crumbs， 还有我，然后不要订阅 Cracker Crumbs， 然后订阅太阳，然后我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有的。